我是塔姆星罗姆，我在暴风城出生，后来在通灵学院学习魔法。但是当天谦军团来临时，我的王国却见死不救。虽然我重生为被遗忘者。 但是暴风城那些无情的蠢蛋害我受苦，我一定要复仇。幸好我找到了聪明的资助者，帮我达成目标。我亲爱又聪明的塔姆星啊，去评级之地寻找我的盟友卡扎克斯，他会引导你去鬼雾峰，拿回恶魔之种和纳鲁的碎片，你就能得到力量，然后。 你就能复仇。塔姆星，对上克图斯，你休想离开鬼雾峰，尝尝我的战刃吧！拜托，我只要弹个手指就能杀掉你。 可恶的被遗忘者，凯瑞尔保护不了你了。你才是需要别人保护的人。哼！塔姆星女士最喜欢我了。 和你妹妹在平级之地同行，她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你，你却丢下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丢下她？家人有什么异议吗？你做了什么牺牲？ 他们能不能活过死亡火圈呢？我是来找朋友的。 抱歉，我们没有墨水。我听见，我还是投降。邪恶无所遁形。 你很努力想阻止我，不过，在你内心深处明白，我一定会得手。向来如此，不可能！现在对我有利，关公吗？ 跟骨头一样脆，跟骨头一样脆。
完工了。你的末日来临了，你的末日来临了，我的战刃会歌唱。找朋友的，死了算了。架子上的东西多快。我还有地方要去，还有恶魔要召唤。不，术士，给我回来，这笔账还没算完。不，我要召唤安娜赛龙的力量，不过还得想办法进入暴风城才行。运气不错，几个以前的跟班愿意帮忙。我们得去救瓦登，他被关进暴风城监狱了。别担心，我的小糖霜蛋糕，我的资助者说藏宝海湾有个海盗可以帮我们偷渡进暴风城。对上勾雅。绿皮船长呢？我命令你带我去见他。绿皮船长正在西部荒野执行任务，你认识他的话，把他欠的600枚金币还我。
我才不管这个哥布林欠了多少钱，我要找他帮个小忙。哦，价格合理的话，钩牙船长是可以帮你。我要找人把我和随从偷渡到暴风港，你有胆量接下这项重责大任吗？我胆子够大，不过我的手下蠢到有剩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起锚！你有多少能耐？打倒我，我就带你去暴风城。海盗，敢挑战我，你会后悔的。淹死他们！你为什么想去暴风城？我打算和父亲相聚。麦克瓦拉，抱歉，我们没有卧底。发现宝物！空中海盗来了，大船来了！先抢钱，再把他们打扁。鲜血的企业，先抓习惯。见宝物！空中海盗来了！援军来了！攻击！先抢钱，再把他们打扁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
天会带你们去暴风城，但是你们得先付钱。别担心，你会拿到钱的。洛卡拉，把你身上的钱给他。海盗把我的队员偷渡到了暴风城北边，原本一切都照着计划进行，结果可夫朝那些我们想避开的码头守卫挥手。塔姆星，对上艾弗拉兰。不能让部落突破港口。你们还在发什么呆？快打！你真有眼光。我独自对抗过比你们更多人的军队。那是你没对抗过我。奖品是我们要恢复平衡。闪亮亮的奖品。嘿嘿嘿嘿，好爷们，要做什么？塔姆星，我劝你小心一点，人命关天。安静，老家伙，我必须完成任务。任务？我是国王的首席剑士。快看，码头边有鱼耶！戈夫，再不过来战斗，小心我把你装在大炮里发射出去！唔系就甩开啊！暴风城就这点能耐吗？那些圣骑士去哪儿了？我答应过我的小鬼要帮他们带一些铠甲当玩具。嘿，热门的票可不便宜。闪亮亮的闪亮亮的奖品。唔买就烂开啊！可不便宜。也不懂得尊重死者吧。不准退钱。尊重死者吧。这是我的。
要相信圣光。定官来告这个圣贤，真亮你。可不便宜。抓住奴才，乖乖人等着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呼叫援军！哈哈，你长大以后一定会很凶。我有外地的商品，还有糖霜蛋糕。准退钱。教鬼既来丢啊。给我。这是我的奖品。乖乖人等着。会给你消停。不能怕娘啊。我们要恢复平衡。破坏他们的魔法。阿斯顿台准备震爆。我有外地的商品，还有糖霜蛋糕。这是我的。对准退钱，会给你消停。我们得快点前进了，敌人打算把瓦登关进监狱。那是你们该烦恼的问题，还有传送门等着我开呢。入侵暴风城时，我做好了准备，足以面对暴风城派出的任何威胁。没想到居然是原本的伙伴会反过来阻止我。塔姆星，你说的传送门是什么？你在打什么如意算盘？你不想知道吗？塔姆星，对上布鲁凯。老实人妖，你犯了个天大的错误。哈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只是想要和亲爱的老爸重聚而已。塔姆星罗姆，我很清楚你这个人，也知道你在说谎。尊
命，主人。我死了一半了，够了。我们是来这里找瓦登的，没有别的打算。我不能让你伤害这座城市的人，我要保护他们。像你当初在库尔提拉斯人面前保护暗毛族人一样吗？哦，老天，听起来暴风城要完蛋了。看看我的传送门，安娜塞隆要回来了。那还得先问过我才行。血之丰富之餐，那你有什么意见吗，亲爱的好斗小兽人？你是阻止不了命运的。是不行，但我可以阻止你。架子上的东西多花了钱。我要了解这场延续许多世代的纷争，我会靠安娜塞隆的力量毁灭联盟。抱歉，我们没有过。好位，愿掌柄权换掌柄。他们能不能活过？来结账吧，安娜。我来换掉。我们得攻击啊！萨塔罗嘎！诺卡拉，为我和安娜塞隆效力，你就能成为部落的勇士。不能乱讲话！勇士，这才不是在当英雄。这是在搞破坏，我知道，但这样很了不起吧？
个母亲教主有儿子。塔木星，我也许打不过你，但有人可以。塔木星，戈夫，这跟你无关，你不需要弄脏你的蹄子。哎呀，大家做了什么？他们受伤了。是他们攻击我，害我不得不还手。你发光吗？别来了，我在弄你。他母亲将不要爱你。啊，小鬼！一起去救瓦登的。你们可以去救，可是我还有事情得做。鲜血的契约。唐木星，你弄痛我了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我们下辈子再会吧。我终于可以继续进行任务了，不过通往大教堂的路上防卫森严，幸好我年轻时很熟悉这座城市。贸易区的警备很薄弱，我决定从那里潜入。星队上，起司伤人。这里可是暴风城，居然出现被遗忘者术士。起司伤人，别停下来。这座城市还有人民，好都会反抗你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能漏掉？用白棋子丢我吗？机密情报，你最好小心点。闪亮亮的奖品，我可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好对付。光动嘴巴很容易，这里我都懒得听了。异常的安静。我的骨头可以啃了。我做什么？
有很多的骨头可以啃了。还是对你的牛奶蛋糕有兴趣。现在想打爆你丢过来的任何东西。战斗的同时，别忘了也要把能量秒废。面包和我的怒火。你最好买点东西，老板可没时间等你。抱歉，我只是看看而已。我们会重建这一切。暴风城高墙就是我们最强的防御。不过就只是普通的墙壁而已。你喜欢蓝起司吗？有很多的骨头可以啃。这些树明天要还。我们会重建这一切。要做什么？我会在大教堂外面开始设置传送门。住手，术士！你休想在这座圣光殿堂召唤恶魔！是你？我知道你。你是卡扎克斯提过的女牧师。你再找纳鲁的碎片。哦，事情开始有意思了。塔姆星，对上塞瑞拉。我比你预料的还更强大。哼，你这是在拜托我摧毁你的意志吗？
要做什么？为了纳鲁的圣光，我阻止你。圣光？我只看到那碎片上面虚无的暗影之力。你要正面思考，亮。该知道你可以利用那股力量，你会强到足以打败我。接受虚无吧。不可能。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。无暇，你别想腐化我。我腐化不了你，但是碎片可以。不，啊！哦，真是太美妙了！看看你，看看我，不如看看我这招。很清楚透了。好啦好啦，请问能收拾一下吗？选择只是个假象。我很清楚透了。来吧，一起祈祷。我这把心力来源呀，清楚透明。
召唤恶魔。有了这股力量，我会阻止你。不可能的。黑暗的牢房替你准备好了。剑士纳鲁的力量。畏惧，你怕不怕呀？天狼等着你。别玩了，我在弄了。虚无中的力量，无所畏惧。精灵不属于你天牢等着你。教力教力通道开启了，来吧安娜赛龙，苏醒吧。怎么可能？时机成熟了，传送门就绪了，前进吧安娜赛龙，把这座城市烧成灰。塔姆星，对上博瓦尔弗塔根。他在那里，士兵，拿下他！哦，你们会后悔干扰我的计划。部落跟恶魔了。恶魔？哦，亲爱的，最精彩的还没上场呢。波浪太娘了。抱歉，我们没有墨水。攻击！援军来了！光会忽悠我。
封城。为了国王，守住阵线。万智兵打不赢。圣光，使你平静。尊重死者吧。
联盟。暴风城陷入火海，安纳塞隆四处破坏，残存的士兵也溃不成军了。我的女士，很好，塔姆辛，你让他们疲于奔命。不过这是谁啊？怎么会有人蠢到不知道要逃跑？哦，这是我亲爱的父亲。别担心，普瑞斯托女士，我来对付他。塔姆辛，对上寇尼亚斯·罗姆。塔姆辛，你做了什么？父亲，我给了这个王国一个教训。完工了。天谴军进攻通灵许愿时，暴风城避过了这场大屠杀。我在想，为什么他们会幸免于难呢？难免会有意外了，你懂的。很棒的东西，强化防御就是最好的防御。城市陷入危机了，叫你的京剧领主离开。别担心，父亲，等我烧毁你的意志，你就不会记得这些了。不要忘记我。希望最后一段不是什么重要的防御，就是最好的防御。拿起盾牌，准备阵风。解我的防御，我根本不需要这么做。完工了。我是国王的首席剑士。相信艾德拉斯的力量，挥击对手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
难免会有意外了，你懂的。我要畅饮你的夜宴，让你牢房替你准备好了。为了国王。监牢等着你。什么？你控制了你失去意识的身体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在哪里？拜托，不要！脑袋！我是你父亲，你不可以。成什么样的怪物了？他们能不能活过死亡火圈呢？有趣的来了，再见了，父亲。能不能活过死亡火圈呢？我召唤了恶魔，也成功复仇了，眼前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了。妹妹啊，亲爱的妹妹，来墓园吧，凯瑞尔，我等你。